来到 Alexandra Tucson 燕京酒店吃饭。啊呀，我们这个，我哋喺 New York 啊，对，哇，好多人睇，因为 New York 好多粉丝噶嘛，啲姓朱咩啊，朱咩啊？朱何子。朱何子。朱何子啊。OK， 那这个是我们台山的帅哥，朱先生，哇，今天来很好吃 ，OK， 来，我两个弟。两个弟弟哇，两个仔啊，个样子，系啦，因为我影咗 YouTube， 全世界都睇到，海山都睇到 ，OK， 海山都睇，啲海山过嚟，唔系咁，系学生过嚟，学生过嚟，系啊 ，OK， 嚟，你嚟介绍下个餐馆，嚟介绍下个餐馆嚟啦，介绍下都好开心啊，我哋台山人，系 YouTube，YouTube，YouTube 啊 ，OK， 他俾你英文，呢度有聽啦，聽佢。喂，依個未唔好咁快，你睇依個幾有中國風啊！有少少中國風喺呢度啦。唔係少少，係好好中國風。開咗幾耐啊？開咗呢個餐館喺度60年噶啦。哦，咁你自己，哦你自己接手。即刻上嚟就得嚟出嚟。哎呀，有15年啦，有15年啦嘛。哎呀，好有中國風啊！上善若水 ，OK， 朱生嘅外甥。係你好。我哋啲人外甥㗎。外甥，我 New York 嚟嘅，外界嘅，外界嘅，我平價嘅，好好呀，撈埋，好，影下個招牌先 ，OK， 影下招牌，好，一陣啊，依個台山靚多呀，開嘅，嗱 ，Open Peking 燕京啊，燕京，最近 OK 房，依家去影下啦，哎呀，嚟到依度見到台山人，好開心啊！Alexandra 都有台山人啦 ，OK。啊，好，一陣影，一陣再影 ，OK。OK， 哇，好，一陣再影，一陣冇咁忙嗰時先影啊。燕京，地址就喺依度啦，地址喺依度啦 ，OK。哇，好忙，好忙。华仔好唔好食啊？Good， 来，好 ，very good， OK， 好，嗯，哦呀 ，YouTube 葱油饼，华仔 ，OK， 有，So we're going to Texas, April, Houston, 12 to 14, we are coming to Houston, Houston. To see us. Yeah, okay, Houston, we are coming, yeah. Houston, best, you know, really. Best, Houston, you know, the, yeah. Really. 即係冇，完全冇。有個煲仔飯啊，煲仔飯陣間你要等耐啲。有煲仔飯，係啊，等埋個煲仔飯先。係啊，臘味雙拼。仲有冇嘢要嗌？因為淨係入5道菜，因為頭先嗰個燒扁味鴨冇。炒米粉，这个东主是台山人的，哇，好靓啊，好靓啊，好靓啊，系个华仔嚟咯，上一年个老板娘嗰间都系台山菜嚟，台山菜，这个这个他们炒的好，先生啊，这个他们应该炒的，刚刚这个，再尝一尝，这个我没有，江门啊，江门，台山，10月8号、9号，江门台山，美食节啊，去玩啊，耶，今天两齐玩耶，耶。一壶牛肉羹，哇，不错耶，好像好足料咁啊！对，台山煲仔饭，台山煲仔饭，哇，好香喎！哇，有啊，哈哈，有华仔，有。还有没有？有没有反焦？有，我喜欢有。这个对，很大的那种。很那个，在想不到在这里还能吃到有反焦啊，有锅巴的这个煲仔饭的这个煲仔饭就叫锅巴。来，你呀，是吧？哇，精华啊 ！Do you know what's that？ 精华嚟噶 ，OK， 精华嘅华仔，华仔啊！哇 ，Nicky 中意喺台山，咁同我一齐食台山菜啊！江门台山团，得啦。靚女嚟到家，好好招呼啦 ，OK。跟 Lina 玩，哇！真係冚到泰山都啊，呀！呢個鍋巴湯真係正啊，呢度咧，倒啲落去啦，倒落去啦，係啦。佢兩個英文名都，Godfather，Godfather，叫個名為那個英文名都，Godfather，Godfather。